said it was the last time, but you keep coming back to tell me you're sorry that you take back all the things you said just to hurt. 我现在呢用我仅存相机的电力在拍影片，然后又是新的一周了，没错。等一下要去上课了，我今天早上突然的有一点点忙碌，是因为我本来今天早上想要拍片，结果我当我拿起相机，我都准备好我要拍影片的时候，我三颗电池都没电。我现在就是也是一直在闪那个没电的状态。然后今天来给你们看一下我的饰品好了，我戴的项链呢是 Koleskoe 他们跟 Swali 的别注款，然后再来我的戒指。戒指是这两个是在新宿的 Lumine Esto 里面买到的，这叫什么 F， 这个牌子叫 F 的样子。然后再来这边这个戒指，这个是在周周烫上面买的，有点忘记牌子了，小牌子啊，就是都是也是偏平价的饰品。然后给你们看一下我的 Apple Watch 的表带终于换了，我之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反正我之前都是用同一个，然后那个是 Apple 原厂的表带，然后我在 Zolo Town 上面找了一个比较细的表带，因为其实我在看市面上 Apple Watch 的表带的时候，很多都是那种很粗的，可是我就不想要很粗的，所以我一直在找这种比较细的，然后颜色又是比较乳白色的，就觉得这个蛮符合的我的需求。今天的穿搭，上半身这一件呢是 Selecto Mocha 的，然后包包是我之前来日本买的，我也不确定现在还买不买得到，但是就很大，很适合背，我东西很多的时候可以背。再来今天的裙子配 Beams 的，这也都是旧的东西了。还有鞋子，这个是 SBEC 的，最近很常穿这个鞋子。给你们看一下全身的样子，我最近比较少穿厚底鞋，是因为在这里要走比较多路，所以就比较常穿平底鞋，比较舒服好走，然后又好看的鞋子。天气突然变得超冷的，我刚刚走在路上，整个觉得快被冷死。现在东京的天气真的跟台湾差太多了。然后刚刚上课的时候一直想说，今天回晚餐回去要买煮饭呢，还是煮点别的，煮面之类的。反正我现在先去超市逛逛。买了一包米回去，昨天的作业还没写，我现在要赶快来赶一下进度。昨天晚上在工作剪片就很忙，就都完全没碰作业，然后今天早上在忙很多其他小事情。月结和文法，谁有？哎，今天要考试。L300 test。哦，我的天哪！虽然也不是很难，就是考试都会考汉字，可是汉字对于你知道，就是
认得中文字的人来说，其实是相对简单的。就算不特别练习，其实还是稍微写得出来。例如像这，给大家看一下我的作业，今天要考的，我等一下再稍微看一下。但是重点是现在先写作业，早上有点忙，搞一个太久。乐节和文法。今天的上课穿搭，刚刚速速解决了作业和等一下的考试，然后今天穿的呢比较有点文青风、知性风，然后今天这个上衣，这个衬衫是 Style Mixer 的，看起来蛮薄的，然后它的材质不是那种丝滑感的衬衫，是有一点棉薄棉料的，我觉得如果是夏天穿应该蛮适合的，就我觉得它穿起来很透气很凉。再来下半身我穿一个西装裤。这个是之前在韩国买的，就是在东大门的时候买的，这样，然后背一个黑色包，这个黑色包是之前我开箱那个 Marge 福袋的那个袋子，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最近如果是平常上课日的话，我基本上都是背大包，我现在离不开大包了。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日本女生就是大家都背的包包都很大一个，因为真的要带的东西好多，就是例如有时候要出去买东西。然后大家都会自己准备购物袋，可是我之前在台湾的时候，可能因为有车子，不会就直接放机车上面。但是在这里的话，就是因为都要自己扛，所以我现在都会多准备个购物袋，或是带大包出门，这样。我现在下课了，然后今天又是下课之后去超市。买东西的行程，然后回家煮饭。这两天比较无聊一点。这里的便当其实看起来就超好吃的，只是现在时间还很早，没有什么特价。被收税金是因为它有报价格吗？咦，为什么呢？现在应该还有时间让我开包裹，晚点就要出门了。哦，是一个这个呵呵，它是一个很可爱的沙发，然后这个是蓝橘的，就是 Two Girls Korea 的，他们最近有在开团。我现在来充气给大家看。我现在要先出门了，然后刚刚这个沙发我先不理它，因为它那个充气的那个小机器呢，它要充电，所以我想说我回来或是明天早上再装给你们看。现在先给你们看我今天的穿搭，今天的穿搭。先上半身穿了一个这个针织上衣，这个是叫 Aunt Mary's 吗？在周周烫上面买的，也是大概3000日币左右的价位而已。这个我还蛮喜欢的，就觉得基本简单啦，好搭。然后因为你们知道，其实我上课的时候不想要把自己打扮的看起来太用力，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那种感觉，就是我想要很自然的好看的感觉，跟我平常假设假日出去的那种很完整打扮的路线又不太一样，所以上课的时候我还是想要打扮好看，可是就不想要给人那种很用力打扮的路线，所以通常会穿的比较简单，可是又有一点点小特别，又让人家觉得你穿的衣服呢不一般的感觉。
我的小心机。再来是下半身裤子，下半身裤子我觉得这件超瘦超好看，它穿起来的腿型超漂亮，就是你看起来很像穿了 A 字裙，可是它就是裤子。然后我觉得它的这个线条呢就很修饰臀和大腿这边。这个裤子是我在 Studio Earth 买的，其实这件裤子还颇贵，可是因为我当时有在柜上试穿，所以我觉得这件真的完全可以买。然后它的散摆又非常的有气势，超好看的。再来给你们看一下它的布料，它的布料是中间偏薄，所以我觉得就算再热一点天气也可以穿。但是它，你们看它的纹路，还有这样子有点仿旧的点点的感觉，就它不会只是一个很无聊的原黑色牛仔裤而已。这整体我都很喜欢，不过因为这件它就是故意做的很长，想要让你下半身线条好看，所以它这件真的长到我其实如果不穿这种超厚底鞋的话是有点撑不起来的，所以穿这件的时候我一定要穿厚底鞋，这样勉强有穿厚底鞋或是有穿跟鞋的话就 OK。 然后一定要给你们看一下全身的样子，这裤子真的超厉害的，好喜欢。而且我觉得这裤子还有很棒是它的口袋做的很好看，就它的侧边的感觉，你插口袋的时候也不会觉得 KK 的。有一些裤子它口袋只是就是它没有那么适合插着，可是它这个插的就我不知道怎么说，就是很顺，那样顺顺的插进去，然后放东西也很好放，超喜欢的。然后我觉得是这样子，也可以把它这样扎进去，看起来你腿会更长。跟大家说，我每次中午出门的时候都觉得很温暖，天气很热，可是常常大概四点半下课之后一出来，干超冷。就是其实中午的时候，我觉得天气很好，甚至还会有点热，穿这个就是刚刚好。可是就然后我就要忍着。这里我觉得目前东京是温差比较大一点，中午的时候真的很温暖。然后今天唇彩好好看，今天唇彩用这一支，一样是最近买的，它很持色，很厉害。下课了，今天又超市采买行程。然后，大家听一下那个背景音，就是最近日本好像在选举还是怎样的，所以一直有那个选举人在路边放送。就是各种广播，我平常在家里也会听到。晚餐，这就是刚刚炖的马铃薯炖肉，然后刚才切到手，傻眼，还没试吃，不过希望不错。再来，其他都是我的定番组合，开动。大家早安。为什么我现在背景看起来那么暗？不知道怎么说，就是觉得今天的状态好像没有很好哎。我现在这里是太暗了，好，这样还可以。就是不知道刘海太长吗，还是头发就是整理的不好看，都有可能。因为刘海真的长到一个不行，
我明天终于可以去剪它了。然后刚刚又想我今天要穿什么，想了超久的，因为最近的天气就是有点尴尬，要冷不冷，要热不热。中午的时候真的很热，中午穿短袖 OK， 可是因为我今天可能下课之后会去工作一下，所以回到家可能已经是晚上了，那时候又可能会冷，就是处于一个很尴尬的穿衣方式。然后我就刚刚想穿它，真的想超久，最后决定还是先穿短袖好了，然后底下配裙子这样。然后给你们看一下昨天跟你们说的这个椅子，我后来把它组好了。不过我觉得这个椅子其实它比较适合放在户外，又或是假设说，今天去露营的时候可以用。是直接这样放在室内，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它的风格有点违和，坐起来就是这种充气沙发的感觉。我觉得是至少有一个这个，假设今天家里有客人来的时候，我这里会比较有一个位置可以坐啊。可是这个风格我还得想想要怎么办，或是把它放到阳台去，当作在阳台晒太阳的时候做的小东西，还不知道。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穿搭，上半身这个荷叶边荷叶领衬衫，这个是 Hello Sick 的，跟上一期 Vlog 有出现过的一家台湾的网拍，非常平价。然后这是他们的制定款，这件的话很薄，然后很舒服，就是我觉得是属于非常适合接下来夏天变热的天气，因为它穿起来就不会有那种闷热感。然后再来，我下半身就配有这一件联名裙，这件橘色近期比较少穿到，是因为我最近比较常穿深色系搭配，可能因为我发型关系吧，所以缤纷色比较少穿到。不过这个颜色我是觉得非常的跳，非常的可爱，这样。所以今天如果是这件裙子的话，我觉得直接搭配白色的上半身和鞋子就很适合了，这样。然后今天包包背帆布袋，还有给你们看一下饰品好了。饰品的话，今天戴的耳环是 Lefter 的新品。再来，项链是我新挖到的一个品牌，就是我已经观望他们很久了，然后想说现在来日本可以比较方便买。这个叫 AIKON， 到时候再附他们的 IG 给你们看。我自己觉得他们的饰品也是蛮特别的路线的。下课了，然后现在有个工作要去公司。刚刚工作完了，然后现在六点左右，等一下应该今天应该就不会回家煮饭了，想说等一下可以在外面吃饭。这样子，三碗，干杯，干杯 ，OK。这是茶泡饭，它的碗。今天又有东西要来开箱，今天应该会有蛮多东西送来的，因为我又订了一些些收纳柜，还有家具，还有一些小东西，例如这个，噔 ，Underbe 的新彩妆，我就是今天还没化妆保养，我想说今天应该会送来，我等一下就可以直接来用 Underbe 新的彩妆。哇，我一看到他们这个新消息释出，就是立刻他们一发售我就上网订了。都差不多时间送来，我先第一个呢，这个就是我的收纳柜，这个我又多订了两个，我其实之前已经订了好几个了，然后想说还有一些空间可以再加订。最近不知道是不是已经稍微过了那个搬家季，就是已经不是四月初那么忙碌的时候，所以最近送货比较快。之前我四月初来的时候，那时候每次订这些家具用品的时候，都要等一两周才会送。现在就是隔两天就送到了。
然后这里也是无印良品的东西。无印良品因为我有订一个架子，架子应该会等一下晚点再送来，因为他们分了三，好像分了三笔订单。这个是想说等一下可以放在架子里，一个这个无印良品的篮子，我觉得应该大家都有看过，台湾也有。然后这个也是各种小篮子，这样，这个不同 size 的，这等一下都煮好了再给大家看。这个篮子，这在台湾其实我好像也买过，这样，好。给大家看一下目前的衣橱，稍微看一下就好，之后也就再做个小 tour 给大家看。其实衣柜这里真的没有很大，就是一个小空间这样子。然后这边有，我就放这个衣柜，然后另一边也有，另一边长这样，另一边也是，这里都是无印良品的收纳柜，真的非常的好用。噔，好。依旧的，又送来了。哎呦，哦，小胖胖，我不知道会不会需要研究一下，但应该不会很难。我猜这个架子就有点类似我后面那个架子的类型。我现在准备出门了，今天因为要去剪头发，所以我头发就没有特别整理，有稍微小整理，可是就没有特别塞到。然后现在下午要先跟朋友去吃下午茶，再来给你们看一下今天的穿搭。今天外面有一点点凉，所以我就套了一个外套，然后里面是穿这样，这样给你们看，它是一个黑色的吊带裙，然后它的吊带这边很可爱，是撞色的。这个吊带裙呢是 Happy John 的。第一次买的周周烫的牌子，然后里面的内搭呢，这个是 Mart 的，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这个是我今年开箱 Mart 福袋拿到的。然后呢，再来穿的外套是周周烫上面，也是有跟你们拍影片分享过的。这样今天的穿搭，然后我今天穿娃娃鞋搭配袜子，学校物的袜子，还有今天的包包背这个浪蝶布的，好久没有背这种小包了，因为最近上课几乎都背大包，然后今天难得假日嘛，就可以背个这种。比较也其实它也不算小包，我觉得上班族很适合，只是它没有办法背课本，但是我觉得蛮适合日常的时候这样子，假日的时候背。然后是全身的样子，这样，这裙子它是有口袋的。今年日本我觉得特别流行吊带裙和或者吊带裤，就是各种连身的单品，哎，我觉得有特别的流行，跟去年前年比起来，所以大家可以记起来。现在又回到涩谷了，然后我要去剪头发，头发真的是刘海整个刺眼都不行。祝我顺利，祝我顺利。我今天来这个 Nanook，
在四楼。Inside. はい。No outside. No bank. Inside. Inside only. はい。OK. はい。OK. No outside. Back. 後ろ。はい。はい。Next. うん。Top. はい。Last. が最後に前髪、うん、前髪毛先の方、うん、そしたらツヤツヤになる、はい、すごいすごいでしょ、すごい、あの髪の毛がカットして隙間が空いてるからすごくやりやすい、はい、重たかったよね、はい、重いあで最後に串、はい、串で、はい、待って、あかわいい、はい、超级可爱的。刚剪的时候本来有点害怕，就后来完成之后超可爱，很入戏，忍不住再拍一下。各位，我剪完了，我想要趁着现在记忆犹新的时候，赶快跟你们。更新一下，就刚刚剪头发的事情，因为其实我主要是有拿图片，然后和稍微讲一下我想要的感觉。可是因为一开始剪的时候，老师下手很快，就是很快很准，然后就拨了我超大一撮头发剪，就直接咔嚓剪掉。然后我一开始在整个型还没完成之前，我还有点小担心。然后因为后来吹完头发之后，老师又有在调整我的发量，然后我觉得调整之后很神奇的，就是变得更轻盈，很好看。就是因为我找的这个老师算是还蛮有名的，就是我之前有在用的那个 Lopi 的发品是这个发廊专卖还是这个发廊出的，然后他们就很擅长剪这种很日系的发型，所以我其实没有跟他讲太多我要的感觉，就是拿照片给他看，然后跟他说我刘海想要修一下，还有我发尾想要稍微修一下，然后就我觉得可能老师很懂就是现在女生想要的发型，所以他也没跟我说真的，他没有讲太多。然后我觉得剪完之后超好看，完全超出我预期的好看，超好看。好的，太满意了。今天的晚餐，嗨大家，我现在要出门去买超市买东西，然后主要是今天礼拜日，然后在家可以有时间好好的做菜，然后我今天想要再挑战一次卤卤肉，所以等一下去一下超市，还有顺便看看有什么厨房用品要买，大概是这样子。今天天气好好。然后我今天的这个妆呢，我有拍影片，今天早上就工作，然后拍片了一下。到时候你们应该会先看到那部妆容影片。
love if I think I've gone crazy. This is love if it seems I don't care at all. That you're loving me like a cannonball. I used to worry about my options, worry about my options. Yeah, I used to think too much. I think too much. 干怎么死？为什么？很像是很像，不过也太湿了吧。哥，什么湿？在吸饭是不是？妈的，还煮那么多，为什么那么湿啊？